我相信2023年年宵咧，會係我哋通關之後第一個月圓之夜。我祝願咧，我哋全中國嘅人民，包括咧香港嘅市民咧，嗰晚花好月圓，一家團圓團聚。元宵節，祝大家團團圓圓，身體健康。新春佳节之际，我祝愿大家平安健康，万事顺心如意，幸福快乐。让我们一道努力，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做出新的、更大的贡献。大湾区提供的这样一个科研平台、资金平台以及这样的一个实验场所呢，为我们的研究呢是增添了更多的色彩跟机遇。祝福大湾区以及所有朋友们元宵快乐。建设超大型集装箱船是广传国际融入大湾区经济建设的重要体现，湾区也为攻克这些大项目的关键核心技术创造了很好的环境。祝湾区的居民和湾区创业的朋友在新年大展宏图，前途似锦，新春快乐。